太过分了，只是稍微聊一下兔女郎就给我一个黄标。其实上一年也给了我一个黄标啊，兔女郎路飞，没想到这一年也是继续被黄标。不过也没关系， YT 就是不爽我抽到，那我就肯定要把他给抽到。那么这一次说打超赞，为了不要再让我被黄标了，我还是做一下防护措施啊，不好意思啊大家，你们自己看游戏自己看吧，找到这个 Doro Cross 说打的版本。哇，这个射击画面，虽然大家被多罗挡住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自己看得爽就好了。哇，这个丝袜破掉的样子，哎，但是那颗痣啊，也稍微勉强能看到。然后前面的捏捏都差不多真的要掉出来了。哇，不过感觉他的猪头跟那个衣服在摩擦，感觉很痛哎。不过最让我诟病的就是他的鞋子，为什么要穿球鞋？运动鞋为什么要穿这个？高跟鞋不香吗？还是不会画？没道理啊。然后有人说他一脸被玩坏的样子，像那些 NT 奥剧情啊，以前跟这个青梅竹马是在一起的，结果他们长大了出去尝过别人的大棒棒之后呢，就回不过去了，然后就跟着我们说对不起了，人家比较大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也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衣服下面有一个兔兔的按摩器，应该是按摩器吧，好色。还好他是常驻的，大家也没石头的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会放在之后的常驻池里面，所以这次没抽到也不用担心，之后也有机会外道出来。而且都差不多六七月了，我相信下一个就是泳装版本，可能会隔一个常驻然后再来一个泳装，然后到时候大家再抽吧。再来聊聊他的强度，铁甲属性散弹枪爆散的角色，技能方面哇有够长，我就用最简单的话翻译给大家听。这只角色主要是玩那个筹码，那他一开始会给你50个，然后你只要开大招的时候就会消耗17个，50-17等于33，然后你要怎样再获得这些筹码呢？就是靠你的普攻，只要开大招的时候全爆裂持续期间，每进行3次的普通攻击，自己就会增加1个筹码。那这个筹码呢，还会送你一个暴击伤害提升 1.32%， 可以叠的，当然可以叠啊，你最多可以拿50个筹码嘛。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爆裂持续的期间尽快的普攻出来，3次就拿一个筹码。然后说打他自己开大招的时候就会消耗17个，那你只要一直维持30个筹码以上，你就可以获得攻击力提升跟这个命中率加成，以及这个全对敌人造成这个最终的600多%的伤害。但只要你那一次开大招没有30个筹码以上，可能你只有20几个，那你只能获得这个命中率加成以及这个最终伤害，你就少了自己增加60多%的攻击力，这个还蛮多，15秒。所以大家就要尽量的让他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换弹的方面，帮他堆一些子弹，你的装备一定要这个最大装弹数，帮他不用浪费时间再补充子弹了。顺便聊聊他的二技能，只要进入这个爆裂三阶，全体队友就会增加一些不同的效果，也是看你的筹码的数量，我们有20个筹码以上，这个不会消耗，所以这个放心没关系的。所以最少了大家一定要有20个筹码以上，不然你连这招也开不了。20个筹码以上你就可以全爆裂时间持续时间3秒提升，也不能说不重要了。我们以前的概念就是可能神罚嘛，神罚他的大招他是比一般的尼基他们的大招时间持续还要更久的，但是这样子就会少了一点伤害，毕竟你就在霸着我们的进度条，我们要开其他技能了，你就不要一直霸着不让我们开。现在他就直接帮你提升多3秒，以前的文会说啊这个不太行啊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特别是散弹枪的队伍，毕竟我们现在散弹枪没有一个减系列的队友嘛，只要我配了这一支说打，我就不需要再配另外的减系列，毕竟我们爆裂时间持续多了3秒，我们不就是代表说我们多了3秒减系列吗？我们依然不会卡着的，我刚刚也试了，我没有带减系列，我依旧有爆裂的时候我依旧能开到，所以这一队散弹枪的队伍可以不用放减系列的角色。因此呢，如果你散弹枪的队友没有托比，
没有狮子，你可以不用玩了这只，真的不用玩，可以不用玩，你不会发挥它100%的实力，你顶多只能发挥它30%吧，30多%，所以我觉得你散弹枪的队友没有很足够，没有抽到，不要抽，直接扔到泳装，泳装毕竟是限定嘛，这是个常驻而已，我不建议你花太多石头抽这些常驻的。总而言之，它就是一只玩筹码的角色，没有散弹队友的不要抽，它可以给到我们全爆裂时间提升，而且它自己的伤害也会提升不少，还有一点点的伤害加成，自己跟另外一个攻击力最高的队友提升 10% 的攻击力，2秒钟，这个挺少的，不过三次普攻加上你用托比的话，基本上可以一直触发了，托比可以增加攻速嘛，我做的射的比较快，然后也比较容易点满这个筹码，那就是这样子，来咯，90张，我准备好把这些金券都留给泳装三星，我看看强度，如果强度还是不太强，我不会给的，直接蹲到2周年。顺便一提啊，常驻这边皇冠已经放了进来了，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啦，我之后也会抽一下的，特罗利也放了这来， OK， 开始跟着我的步伐，大家一起抽，马上按赞，跟着我一起抽，一定能抽到的，对不对？10抽不行，那就20抽吧，对不对？压力压力，太简单了吧，太特了，干！还好，双底，没关系，歪了也没差，相信我，第30抽一定能出。30抽不行，还有40抽，对不对？每20抽出一斤，压力压力，我做什么？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！泰特拉就是你了。噔噔噔噔！哇，你妈的！如果玩竞技场也会蛮开心的，竞技场我觉得这只蛮不错。噔噔噔！哇，没关系，现在还是免费券，还好1.5周年的时候存了不少。喂，这、真的每20抽一斤呢、欸！我已经这大半年都没有氪金了，没有氪月卡了，我只卖造型。没想到这次这么难抽。已经很难抽了，平常我都10抽都中了，干！佩帕，不要让我失望哦！我的泳装啊，我的泳装怎么了？说打，你要 NTR 吗？谁？哪个鸡毛带走他？把我的青梅竹马还给我！我终于感受到那些被 NTR 的男主的感受了，把它还给我，还给我，哇！又来到我的老婆的部分，没错，每当我抽不出的时候，再20抽中了，我相信你，对不对，萨克拉？我相信你，再20抽，我按了2下就给我青蛙。再2抽应该就中了吧，对不对？再20抽，命运的20抽。噔噔噔！哎呦，怎么了？我的石头啊，已经变穷光蛋了，没钱氪金了，不要暴死啦！我的图图怎么办？我的爱丽丝，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的女儿只剩她了，我没有石头把她凑回来。压力压力，我做什么？太坏了吧！真的不出？你认真吗？太久没暴死。啊，拜托，直接出2只吧，都夸了这么多了，对，都是这样，我不信2只不是泰特拉的，
哇，朝圣者，你有种就是嘲讽者。其实也没差，我都不会用的。太对了，耶、yeah! ！太对了，哇，你他妈的神经病卡池，他妈有毒啊，是不是？我就不信抽不出来。只剩一万，三十抽，靠背啊！哦，我的开心吗？是，压嘞压嘞，太难抽了，我太难了，拜托，太特啦，又是朝圣者，干嘛？白雪，我这里没有棒棒吃啊！最后一个石头了，已经没有石头了，我直接换就好了。妈的！这么快就要换泳装怎么办？哎，不信了，我不会相信你这个会中的，假的，假的！你看，恭喜爆死！哎，800张金券，嗨，老板，我来了，噔噔噔，抽到了！呵呵呵。我竟然这样欺骗自己，干你娘 ！It's time to go to try。哦，他一技能，他给你的筹码一开始一等只有40个，你要练上去才会给你四等，才给45个。那看来一技能跟大招都要练的，一开始不给50个，真的蛮难维持30个以上的。哎，练到7等，练到7等就给50个了，然后剩下的就可以练大招。好，先暂时这样，747，目前就练到这样子。T10零等装备，那我刷到这个最大撞胆数27%，优越伤害提升，然后这边命中率、攻击力、防御力，攻击力最大撞胆数31%，也还不错了。只是没有最顶的那些，我玩了这么久，就出现一个，太扯了，这次也是太扯了。我们直接看看如何组队，那托比一定要的，然后。狮子也是一样，狮子可以提升那个弹丸，这两个你必须要有，没有的话都不用收。剩下的就是这个臭丫头，被谎坏的女人，还有最正的女朋友，最容易搞定的普利瓦蒂，两个散弹主 C。然后剩下的以前我们不是会配一个奶妈妈或者是捡 CD 的，毕竟以前只有这三只，我们就要另外配一只回血的，我比较喜欢配海伦，毕竟他可以有一点伤害，又有一点回血能力跟加攻击力，所以我蛮喜欢放大的。然后剩下的都会放一个减 CD， 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索打，所以就不用减 CD 了。然后唯一要解决的就是生存的问题，没有蓝吗？所以就要配一只可以配谁？原本是配爱丽丝的泳装，兔女郎爱丽丝，但是他还没给我试用，所以。我暂时只能放这只了，泳装梅里，毕竟你其他角色都要放其他队嘛。现在剩下的应该只有梅里这个奶妈可以放，你不会放长发的，长发可能留给其他队伍。然后，对，真的没有其他奶妈，就这样吧。魔方就带这个换胆就好了。那先试试看打一些小怪效果如何？我觉得还好，毕竟。我们只要开技能，我们的准心就会缩很少，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打到后面的敌人，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。那可以看到，哇，很多 buff 哎，一半哎，占这个屏幕的一半。然后你看到我的硬币，哎，这次蛮用心哎，也是蛮容易看到的。他很清楚告诉我现在有多少个硬币，那只要开大招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叠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叠的蛮快的。每次消耗就17个，我们基本上推主线不会说硬币用完的情况，打完的时候可能最后几秒钟就会用完，但是没差，毕竟就剩几秒了，最后那几下刷不到30个以上也没关系。但如果是打一般主线，你真的要有这一队其他队友，不然你真的不用玩。对，你可以看到一直维持到30个以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伤害来说蛮高哎，
跟我初一女仆差不多了。我初一女仆技能还比他练得更松，而且都一星了，但都差不多一样的水平。接着打王看看，打 boss 就简单很多了，毕竟敌人只有一个，而且我们都可以比较集中打他。boss 通常他的体积都蛮大的，所以准性很容易打中所有的伤害。顺便可以看到我的爆裂是没有因为减 CD 的问题而开不了大招，只要我爆裂调满了，我都可以开到，我都可以开出来。剩下的队友我猜就是要放爱丽丝，爱丽丝是40秒的大招，而且他是会重新回到爆裂E的，所以就像白 JK 一样，不用担心说开了他就没办法开托比的大招，一样能开，就不会影响我们的射击速度。 OK， 一直回时 没有问题，伤害比这个普利瓦蒂还要高。之前初音这一则伤害已经很不错了，现在比他更高，有戏，散弹我觉得可以抽。接着就是有一个珍藏品的功能，那我们首先要到这个战术学院里面解放一下。剩下这些大家应该能开到了，就马上给他开一下，不然你就没有些功能没办法开出来。蛮消耗这个钱的，我现在钱还是不太够。哇，还蛮多的，还有三个。OK， 全部开完了。哇，同步器直接再增加几个，不错哦。这个派遣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礼金，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些珍藏品。珍藏品有什么用？就是类似其他游戏的专属武器，你选了这个就不一定要那个礼金去派遣。特别如果你有些人没有这只角色，那你但你又很想解放他，提早准备一些素材给他，那就可以用最上面这个，这上面就是抽的，下面这些就是直接给你，就看你了。如果你没有那只角色，绝对是选上面的，有的话就选下面啊。普通专属的就是叫珍藏品，一般其他你已经没有的话就是收藏品，就是紫色或者是 阿罗卡的这些，但现在我一个都没有。先看看一下他专属的，哇，除了技能的提升还有一些还加蛮多耶，我觉得可以直接把这些用处不大的泥机直接拿上去用了，加那么多给了什么东西。那他有基本技能跟泥机专属的技能，普通技能就是战斗开始的时候最大装弹数提升 9%， 防御提升 37%， 还有受到伤害降低 17%。 哇，太强了吧。哇，他还没有写是不是永久耶，永久的话就真的很猛了。那技能方面可以看到他提升了多少，之前就很普通啊，自己增加这个最大装弹数，然后叠满之后全体队友都会增加子弹。那现在他变成还会增加这个穿透伤害 30%， 持续10秒，是不是给爱丽丝他们用啊。二技能伤害没有提升，但是他加了这个最大体力提升 100%，跟调性全体敌人，之前只有5秒钟，现在10秒钟。大招以前是防御力，还有被打的时候会回这个最大体力，现在如果自己有嘲讽到敌人的话可以叠加，这个大招没有那么夸张，还好这个可以叠加的层数加一。草莓糖我觉得还好，我们直接看一些输出的角色，我比较看好他。哇， PS5 的游戏耶，速力伤害倍率提升，防御力提升，受到伤害减少，掩体的最大体力提升 30%， 这些都是一些被动技能。直接看珍藏品有什么技能，哇，伤害提升，最后子弹命中就会对目标造成 81%， 命中目标零件就会对它造成额外的 14% 伤害。现在变成全速率命中的时候打100多%的额外伤害，命中零件的时候对本体造成 14% 的伤害。下面这个没有改耶，之前还蛮苛刻的，毕竟你要最后子弹才能打这个 81%， 现在我只要全速力我就能打100多%，猛耶。二技能蛮特别，他这个我以为一阶就是一技能，二阶就是二技能，三阶就是大招，他不是耶，他来这个是珍藏品的提升，你要练他的等级，一开始只有这个，然后你要练上去才可以解放二阶，二阶是这个是变得为大招了。看看改了什么，哇，以前900%，
现在1500%，持续五秒，持续十秒，而且只要自己英雄使命叠满，英雄使命是这个一技能，全速力可以叠加五次。哇！以前只能持续五秒钟，我现在慢慢叠15秒了，绝对不会解除吧，15秒给你叠。以前真的没有太多速力速度的话，然后你换弹也比较慢嘛，你就很容易没叠好就会掉这个 buff， 现在不会了，15秒我不相信你15秒还可以掉这个 buff。 他只要英雄使命叠到满，普通伤害占无视防御力，哇，英雄了不起。其他先不看了，我们之后换到再说。现在我看起来英雄是最猛的，而只会换这些娃娃呢，就只是给你一些被动，没有说帮你技能加强。获得方法刚刚也讲了，就是抽或者是直接去商店买200张金券的。刚刚看到还是换里基比较划算的，我里基有新角色玩，对不对？再来，有没有发现左边 MOG 他回来了，可以选择版本，你要玩旧版本都可以啊。还有一些剧情，我记得是当年的那些剧情了，我都看过，我都有一点记得。旧版本任务，哎，两个是不互通的，哇，有两个版本，它没有时间限制，可以慢慢玩。新版本就多了一个角色，还有一些新的武器，不错，只是它没有给石头。如果有石头的话，我会更想打。我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塔防比较好。最后看一下公告 Soda， 然后爱丽丝就要6月6号才可以抽全新时装，对耶，这次最赞的时装。哎呀，这个我没有准备那个多罗版本，首先是这个我都忘了他叫谁了。你看高跟鞋，为什么他没有要付钱才给我吗？他咬着冰棒啊，我觉得可以改图，改一些大棒棒，这个还满色耶，直接把冰块，哇，直接融掉，好赞哦。一身帕上面可以买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才是重点的美女，哇 ，Oh my god！ 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奶太夸张了吧！我相信一定有人说很奇怪，但我建议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就很正常。你一定没有看过其他礼方，他们的奶子更夸张。这个已经很普通了，这个 size 我看到一些更大的，可惜这个角色我都比较少用了。现在以前都会把它，这只算我前期一只会用的奶猫，毕竟那时候没有太多角色，现在太迟出了，不过也会买的。看它也有高跟鞋，就是要付钱才给你啊，不付钱你只能穿这个丑鞋，运动鞋，透明的，它中间，哇，干，买爆，还好不是抽的。对，就是这样子了。现在就没什么特别迷你游戏，这次游戏还蛮多的，有不同的游戏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BGM， 蛮用心的。那单突击6月6号哦，爱丽丝那天原先收藏品，对，可以就是赚我的意思，主线6-4才会给你。对啦，那就没什么东西看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有缘再见，我是林，拜拜。